这是好代志，不是应该欢喜？不过找到陈全人讲爱3000万，我哪有可能提得出来？那是全全当平安回来，这条钱我替你付。你万一叫我的后生，这3000万就当作是我给你借，那是全全当平安回来，我爱你放弃全全的监护权跟探视权。啊，这男的才当安心跟你离婚，你开这什么条件啊？那是必须切断，你甲全全母仔甲亲情，全全才会平安回来，你都应该答应莫妮甲的条件。 我出来带人，早就跳安排婚书啊，可亏无偌久，我就要结婚啊！你若是想是中乐透，多加提供呗，因为我无应该无落差。有确切消息的，啊，咱这不是好代志，不是应该欢喜？不过找到陈全人讲爱3000万，我哪有可能提得出来？那是全全他平安回来，这条钱我替你付。像你万一叫我的后生。 这三千万就当作是我给你借的。这条婚书我无同意，瑶瑶是我爱的啦，伊起码巴肚内有我的囡仔啦。恁爸是绝对无可能接受我，那伊我拢袂有结果的。要唔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若是全全当平安回来，我爱你放弃全全的监护权跟探视权，安尼这男才会当安心跟你离婚。你开这什么条件啊？若是必须切断，你甲全全母仔甲亲情，全全才会平安回来，你就应该答应莫妮甲的条件。你爱安怎做？ 你才愿意和我的女朋友离婚？只要你为你的巴肚做一刀，我就帮你走。Tommy，你能这样讲吗？我若讲我无爱你，一定跟你冤屈，你想要变安怎做？就算讲我做鬼，我嘛是真爱，就爱。这是你的真心，你目睭看我，你目睭白叫我怎哩？我一定要跟伊结婚啊！你确定知影伊即摆巴肚内迄个囡仔是你的？我清清白，我从来就毋捌做出对不起嘉豪的代志。你若是故意的啦，这样阿 最后啊，后悔的人一定是你啦！<笑><笑>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